今日嚟到啟德個工貿大廈寄件，就寄去內地嘅工商局。最主要我喺內地開咗間公司，有機會翻去深圳嗰邊睇下公司係點開嘅。有機會啫，未必會去，因為有代辦服務協調局嘅郵政局啱啱開冇幾耐，9:30開門，今日而家係10:00。你好啊，我想寄深圳寄文件。使唔使掛號嗰啲㗎？可以啊，要啊。要掛號嘅，咁你呢個 set 的翻文件先翻咩嚟？應該要一兩個禮拜 work 啲就好。有冇得快啲？快啲就$800咯，特快咯，就睇你需要啦。如果平郵咧，佢最少都1-3個星期。咁如果你話特快咧，就1-6個工作天，即係可能聽日或者後日到啦。但係特快咧就要$160。如果你平郵掛埋好咧，都係講緊4。特快唔該你。咁就要填一段第二張表。好嘅。好，嗱呢個好簡單嘅，其實填翻你後邊有筆慢慢填，講一講前面香港地址啦，係中國地址啦，記住打中國啦，貼翻文件簽翻名，直接一號窗電子關係機。好嘅，系后边有台入笔，唔该晒。我哋嚟写嘢，首先就攞笔啲嘢，$160，平邮文件，中国邮政编号，有张纸填完啦，过翻去，好，寄特派去中国，中国。純粹文件，你使唔使入呢個套？安全啲係嘛？係啦，好啊。雙方地址清楚唔清楚？最緊要清楚，係清楚。OK， 剔咗簽名，得唔得？簽名日期，有咗簽名日期18號，係啦。Thank you， 冇問題就幫你連㗎啦。好，寄翻大約18:00:19:55文件就$160，好啊。俾八達通，好，拜拜。咁咪咪走咗啊！唔該曬，寄完啦，咁就等消息。啲文件過條河應該快嘅，我估。唔知。歡樂分享就係咁多，我係路易斯，我哋下期見。